整个人是否过人？我想吉祥。整个人会长，我想吉祥。整个人最伟大的同修们，我想吉祥。今晚礼佛忏悔，忏悔杀生以及管制的恶业恶习，摄一切的恶业恶习，忏悔速度究竟清净。无尽感恩恩师慈悲怜悯我等众生，愿我们借助大众忏悔之力，拔出三灾八难等一切诸苦，成就真实永恒的安乐。大乘大吉地藏十轮经，大乘大吉地藏十轮经卷第九善业道品第六之二。佛言：善男子，若不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十人，能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于过去世一切如来，因正等觉，皆悉远离十恶业道，皆悉称扬赞叹如是十善业道所得果报。为欲长养一切众生，利益安乐菩提道故，为欲除灭一切众生业烦恼苦力无余故，为欲枯竭三恶趣故，为欲少龙三宝种故，为欲断除三界有故，为欲永断蕴切处故，为令一切速入无畏涅槃成故，广说如前远离十种不善业道所得果报。是故善男子，若不真实希求如是十善业道来自命中，而自称言我是真实行大乘者，我求无上正等菩提，当知如是普特伽罗是即虚诈，是道妄语，对十方界佛世尊前狂惑世尊无惭无愧说空淡界又狂愚痴身坏命中堕诸恶趣。大乘大吉地藏十轮经卷第八善业道品第六之一。佛言：善男子，云何名菩萨摩诃萨十轮？善男子，此十轮者非于法也，当知己是十善业道，成就如是十种人故，得名菩萨摩诃萨也，于一切恶皆能解脱，一切善法皆能成就，数人盈满大涅槃海，以大善巧方便智光，成熟一切众生之类，皆令获得利益安乐。所以者何？善男子，过去一切诸佛世尊皆悉远离十恶业道，皆悉称扬赞叹如是十善业道所得果报。是故肉人于此所说十善业道随手护依，乃至命中究竟无犯，必获一切殊胜果报。世界众生各随其业所现不同，如是一切无不由心，因无明起愚痴邪见而生贪爱嗔恨，由贪爱嗔恨而造生语及意之业，由业受报，或富或贫，或贵或贱，或是或非，或好或坏，苦不堪言。是故修学了达因果，忏悔罪业，除灭恶报，习令善业，招感福报。忏悔杀生，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从于无始以至今生，有无明起愚痴邪见，因生贪爱打杀伤害无量众生；有无明起愚痴邪见，因生嗔恨打杀伤害无量众生。以此为因为种为根，招感十种痛苦烦恼。一者招感令众部位受心惊苦，二者招感众生实苦，
生者遭感嗔恨习气，逝者遭感身藏病苦，五者遭感寿命短促，六者遭感愁魂寻害，七者遭感夜长噩梦，八者遭感众怨结集，九者遭感怕入恶道，十者遭感地狱恶鬼畜生苦报，后生为人遭感外报，大地咸露庄稼草药无生命力。思维至此毛骨悚然，将来恶报实难受起，仰仗师佛三宝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威神力量，令我罪业消除，众业轻受，故于今日皈依师佛三宝，发起坚固广大圆满觉悟之心，求哀忏悔。忏悔管制，恩师爷，业障报障都是自己造恶业形成的啦，一旦成熟就必须承受，除非礼佛忏悔清净者。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从一无始以至今生，由无明起愚痴邪见，因生贪爱管制伤害障碍无量众生得好，由无明起愚痴邪见，因生嗔恨毁佛毁坏佛像灭法篡改佛经，管制恶智孙女及学佛大众轻佛慢法轻思慢法等一切的业障报障。诸种苦报实难受起，仰仗师佛三宝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威神力量，令我罪业消除，众业轻受，故于今日皈依师佛三宝，发起坚固广大圆满觉悟之心，求哀忏悔。南无皈依十方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南无皈依十方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南无皈依十方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南无皈依十方界虚空界一切尊法。南无皈依十方界虚空界一切尊法。南无皈依十方界虚空界一切尊法。南无皈依十方界虚空界一切身前。南无皈依十方界虚空界一切身前。南无皈依十方界虚空界一切身前。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南无皈依阿弥陀佛。南无皈依阿弥陀佛。南无皈依阿弥陀佛。南无皈依宝性佛。南无皈依宝性佛。南无皈依宝性佛。南无皈依波陀摩胜佛。南无皈依波陀摩胜佛。南无皈依波陀摩胜佛。南无皈依狮子吼佛。南无皈依释迦吼佛。南无皈依释迦吼佛。
那么皈依毗婆尸佛。那么皈依毗婆尸佛。那么皈依毗婆尸佛。那么皈依宝胜佛。那么皈依宝胜佛。那么皈依宝胜佛。那么皈依宝相佛。那么皈依宝相佛。那么皈依宝相佛。那么皈依袈裟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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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那么皈依大通香王佛。那么皈依大通香王佛。那么皈依大通香王佛。那么皈依未来弥勒尊佛。那么皈依未来弥勒尊佛。那么皈依未来弥勒尊佛。
南无观音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那么归因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那么归因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那么皈依文殊师利菩萨。那么皈依文殊师利菩萨。那么皈依文殊师利菩萨。那么皈依普贤菩萨。那么皈依普贤菩萨。那么皈依普贤菩萨。那么皈依观世音菩萨。那么皈依观世音菩萨。那么皈依观世音菩萨。那么皈依地藏菩萨。那么皈依地藏菩萨。那么皈依地藏菩萨。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
那么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皈依卷根本金刚上师无相好佛。那么皈依卷根本金刚上师无相好佛。那么皈依卷根本金刚上师无相好佛。那么皈依药师琉璃光佛。那么皈依药师琉璃光佛。那么皈依药师琉璃光佛。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佛说十善业道经云，若离杀生即得成就十离老法，一者于诸众生普施无畏，二者常于众生起大慈心，三者永断一切嗔恚习气，四者身常无病。五者寿命长远，六者恒为非人之所守护，七者常无噩梦，请觉快乐，八者灭除怨结，众怨自解，九者无恶道不，十者命中升天。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或成佛时得佛随心自在寿命，是故发愿今未来际不行打杀伤害一切众生，方便救护一切众生，祈求诸佛三宝色受加倍，早日圆满。愿一切众生遍一切时空处，念念之间具足因缘与能力，成就如上佛所说的种种功德与能力，特别是能智慧的忏悔，勤清净的忏悔，勇猛无畏的忏悔。自归佛，当愿众生少龙佛种，发无上心；自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身，当愿众生同利大众，一切无碍，何难甚众？祈求法界一切众生，十恶因、十恶缘、十恶果速得消除，
十善业因，十善业缘，十善业果，速得圆满。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无尽感恩恩师慈悲怜悯我等众生，愿我们借助大众忏悔之力，拔出三灾八难等一切诸苦，成就真实永恒的安乐。好，今晚礼佛忏悔的活动到此结束，感恩诸位随喜赞叹大家如理如法忏悔的一切殊胜功德及能力。好，默许停止共享分慢，谢谢大家。